可以的噻。你爱你叹什么气吗？你自己那么狠，你要玩得起的。然后呢，最后看追击的也不差，哎，他的也不差。是啊，晚上有大哥给海哥安排节目，真的。今晚必须吃麻辣火锅，吃我那嘴巴烫的舒服了。是你说了有些没有，看样子超今天舒服。哎，冒牌嘛，风哥，是的，他是冒牌的。二号是冒牌的，哎，韩博妹妹，你是不是安岳的呀？我之前又认识一个叫韩博的，就是安岳的。把地上的那些渣渣要把它清了。广儿吗？